局，东森新闻庄陈向宇在台北报道。另外，台北春季国际旅展28号开跑，知名的连锁饭店推出了各种呢组合的套券，包括了住宿套券以及连锁餐券等等，而提供民众多种的优惠选择，饭店住宿券、餐券都最低下杀3折就开卖了。而知名连锁饭店呢，搭配这一次的旅展，推出了包括双人一宿2食的全包式住宿套券。另外，业者呢也替今年5月份即将在福隆登场的沙雕艺术季来暖。就来沙雕师傅直接在展场内创作出，另外行政主厨阿基师也抱着一样的沙雕作品，相当的有趣，也让消费者可以在逛旅展的同时也能够抢便宜来赏艺术。行政院副秘书长萧佳琪抱怨闯入办公室的学生偷吃了他的菜。